记者蔡孟上竹县报道，一破千秋赴2018全国义民暨在新竹县活动，今天早上在新竹县新富义民庙开幕，行政院长赖清德、客委会主委李勇德到场参加。赖清德上香后还亲扶有义民耶神龛安坐的神教出巡绕境，场面隆重热闹。赖清德在致辞时先用客语问候在场地方人士和客家乡亲，接着提到他去年上任后第一个参加的公开活动就是义民祭，他感谢义民祭15大双轮值祭典区、行政院客委会和新竹县政府持续举办这项活动，让传统走入现代，让客家传统祭典透过一年一年的举办加以保存跟宣传，让更多国内民众甚至国际旅客更认识义民信仰与客家文化。新竹县长邱敬淳说，今年是义民庙创建第230周年，由下山连庄祭典区轮值，最大特色是将义民祭与祭典区在地文化特色相互融合，加入凶林下山客家吃特色，以朱氏大集取其谐音朱氏大集打造义民祭文化新意象。